女人抢来的。哦，大爷，又抢来一个女人。打上来，来打上来，来来来，婆婆进，站好了，站好了。大爷，请弄果木。大爷，弄点水饺到家里去睡啊！睡什么香？我就抢来给中家人呢。哦哟，哪人抢来个？我抢来个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我眼光交关好。大爷说侬眼光交关好，你什么夸奖的？腰身交关苗条，腰身交关苗条。我这两个狗啊，动作交关优美。动作交关优美，还当过卫生局狗。好说我外婆的，好说他外婆了。给屋里不外婆嘛，抽个外婆拉过来真好玩。哦，是帮你找个外婆哎。过来。哇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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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大爷，抢到了一个美貌女子，成功！呀，说你抢的我，俺抢来的，回去重重有伤，啊，回家要泡汤的。姑娘，今早跟大家一道去观灯赏月，那个他。王姑呀。哦，叫我到对面去。姑娘哎，今早跟大家一道去饮酒作乐，那个他王都呀，王都呀，王都呀，王都呀！叫叫的教官，请你帮我，帮我，帮我！哎呀呀，哪山路啊？哎呀，哪山路啊？哎呀，快点走起吧，你呀，走起吧！哎呀，你呀，真是。对。隔单报喜，今天过去我大家的事来的。我说你。我不是你娘舅啊。那那算你。不要，有，侬听好了。提起俺大爷往天报，杭州城里哪个不知，谁人不晓？他的美貌传天下，他的恩德比天高，俺就是他的手下，名字叫王彪。你要去练练出来了，他娘的管住啥事情啊？你的我晓得我说你了吧？晓得晓得。今朝大爷寻你，不过是观灯赏月，别无他意。不过今朝你不空呀。叔叔。屋里向有人等你吃饭。啥人？三个小奴。啊？为何这？三个小奴等你吃饭，我还不接啊？跟大家一道去饮酒作乐，那个他说的卡子啊，我母的就去，这是不行的。他娘的，大爷，我是要跟老大爷这些享不幸的荣华富贵，那个他同意的，成就不起。
他娘的！哎，大爷是俺说的。对呀、啊，你是杭州来户，俺跑到山东去的了。哈哈，不一打过去哦。娘是个奸贼，我管找侬。大爷口中的人气还要气，不气还要气。哎，你切说。来，哼，浪浪戏昏，强抢民女，你都有没有王法？你有没有王法？呸！呸！他娘的，落手被我夸。不要太过分啊！我会掌握的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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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少爹，少爹，我都顶楼死了。侬这是要去医院，我回去了。抢救，快点快点。呀，哎呦，哎呀，阿强啊，我叫侬来房间里困一些个呀，侬出来做啥啦？啊，阿勇啊，我叫侬来进去个呀。来进去，别头挖出，酱油没挖出。侬这手机真来破的，晓得吧？阿强，有人啦，喏。吃点猪肝汤。嘛，猪肝汤不要吃，腥气的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这顿晚餐还闷得才腥气呀！我们坐回来去吧。阿姐，你买我啊！侬要吃啊，我不然我只打出来，别头去打打地，妈看见是肉痛啥的。妈，别头打花他不吃猪肝汤啊。哎，吃死了别头啊！我还要放着吧。哪个是你个当时来这头去打打兵，我还光说了笑啊！啥刚才？我给。我同事啊，请侬蓝鹰猪肉不要来到。嘿嘿，不要问我比赛，我拿起垃圾盲僧子一头上倒过去，叫伊自家变成个垃圾比赛。娘伊也尝尝，看不起阿拉环卫工人是啥个味道？假啥的？好嘞，侬不要嗲了。既然家看得起环卫工作，侬啥人做先做我操了呀，是不是啊？哎。侬。特别被人家打垮他啦！还好一命嘞，忙碌不要当逼他。小姐为无地夸，姑娘有所不知，我在周公子早已爱慕已久，可是周公子却一无所知。哦，现在已经晓得了。你哪能晓得的？哦，我会打口信给伊的。哦。侬会得打口信给伊个，葛末谢谢侬，再得我打一句。哦。虽然母亲不答应，但是我可周公子不嫁。哎呀，我也非王小姐不娶啊。嗯？周公子肯定会这样讲啊。姑娘啊。Thank you.
陈和他的伙伴们都得过很多令人瞩目的成就，比如说顾竹君，他就曾经得过文化部颁发的有关曲艺的表演二等奖，以及上海颁发的上海青年演员汇报奖。另外呢，像胡青云啊、秦雷他们两次得了白玉兰奖。那么你呢，得了白玉兰表演艺术奖之外，又得过全国曲艺表演大赛的二等奖。钱程作为一个滑稽界的新秀，一位好演员，他自己创作很紧张、很频繁、很忙。然而他现在还兼任了上海滑稽剧团的副团长，他去从事艺术管理工作，但是他并不因为从事艺术管理工作了而放松了自己的创造，也不因为自己的创造而影响了滑稽事业发展所必须要的管理工作。所以说钱程是一个非常肯花力气的一位青年演员，滑稽艺术的接班人。前不久钱程参加的电视连续剧《滑稽春秋》这个戏他就演得非常成功。好，我们这档节目呢到这里已经是第二十期了，也就是最后一期。那么非常感谢各位收看我们的节目，好，我们再见。